跟第四组呢，都是会在地下在地上做，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有 lying 在地上的动作，然后第四组做 app 的时候也是会在地上做，所以今天会比较多在地上的动作，大家可以先把瑜伽垫准备起来。然后哑铃，基本上第三组，对，一样哑铃的话，如果有两副的话，也是先可以先准备起来。然后基本上呢，我们今天会稍微一个 reverse 一下，所以基本上今天第一组跟第二组呢，会比较强调在下半身，下半身，然后基本上第一组会在下半身，第二组的话就是上下半身的对手。然后第三组的话，基本上就是上半身，然后第四组的话就是我们的核心部分。了解，所以从由下往上，然后最后核心再加强，今天的顺序是这样。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再等最后三十秒钟，让大家都先准备一下今天的东西。今天像 Vicky 老师刚刚说的瑜伽垫，我们可以先准备起来。那老师很精心的帮我们设计，今天设计从下半身开始练习到上半身，然后最后加强核心。我相信大家今天的爆汗程度应该会跟以前一样。所以呢，谢谢。那我们就请 Vicky 老师开始，谢谢。好，谢谢 Stephanie， 那一样哦，谢谢同学们每个礼拜五都早上十点都准时来参加我们的龙鳞牌的Kid Workout。好，那我们一样，废话不多说，一样，我们先把双手打开，那一样，我们带到 Across Your Chest， 一样，我们都稍微做一下 Warm Up。好，那一样，我们 Switch 换边，然后再一样打开，一样带到胸前 Across Your Chest。很好，要我们打开，要稍微 squeeze 一下我们的 shoulder blades， 之后我们带到胸前 cross your chest。很好，接下来我们打开，带到 overhead。很好，要再打开，带到换边 overhead。那我们可以稍微 lean to your right or lean to your left。感觉让侧边整个侧边身体做一下伸展。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我们打开双手呢，先我们今天做了both arm 的 circle， 那我们先往后旋转。那同学们可以选择大幅度的旋转，或是小幅度的旋转都可以。那我们慢慢的旋转 ，good。好，那接下来我们往前带。一样哦，同学们可以选择旋转大圈、旋转小圈、medium size 都可以。慢慢的旋转，让我们筋骨稍微活动一下。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呈现90度，我们先从关起来开始，之后打开之后一样，稍微 squeeze 一下你的 shoulder blade， 之后我们往上 press， 然后再回来，再关起来，一样打开 squeeze， 往上 press， 回来，然后关起来。一样打开，往上 press， 回来，关起来。我们最后一次打开 squeeze 一下，往上 press， 回来，我们再关起来。那我们打开之后呢？我们往前，那我们再回来，往前，再回来。那举高的程度大概跟你的肩膀的高度一样高哦。所以往前，再往后，往前，再往后。很好，那暂时要先呈现90度，那我们稍微扭一下我们的腰。我们往右边，往左边，尽量核心保持稳定哦。老师不想看到太大的晃动，感觉核心没有用力晃来晃去哦。老师希望同学们核心能够保持稳定，慢慢的晃动，感觉到你的腰部有做些旋转。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其实要扭腰，现在我们要扭大圈哦。所以一样，我们先从右边，一的顺时钟或者是逆时钟都可以，慢慢的。稍微扭一下我们的腰，那现在我们就转大圈，所以一样哦，右边屁股顶出去之后，慢慢的往后移，之后再顶到左边，慢慢的再移到前面，然后一样慢慢的旋转。那好，接下来我们换逆时钟，一样我们慢慢的旋转。慢慢的扭动我们的腰部，各
变得很好，就像我们回到中心点的那样了。我们呈现大梯，我们双手打开，然后我们脚也打开，呈现45度仰出去。接下来我们弄我们的右手碰我们的左脚，接下来回来打七，一样弄左手碰我们的右脚，很好，再回来打七，来右手碰左脚，一样。如果哈欠比较紧的同学呢，可以 slightly bend 你的 knee， 来回来大梯，来左手碰你的右脚。很好，再回来大梯，来我们最后是右边碰你的左脚，很好，回来大梯，最后一次我们左手碰你的右脚，很好，我们回来大梯。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做一下侧抬腿。那如果同学们核心还没有那么稳定，同学们可以有借由墙壁或者是椅子稍微做辅助。那我们先从右抬腿开始，慢慢的把脚抬起来。那抬高的程度呢，不用抬那么高，就完全依照同学们自己的程度来做调整。微微的抬高一点点也没有关系，那你可以选择抬高一点也可以。Good， 好，接下来换边，换左边，左侧抬腿。对，接下来我们开始从右前踢、左前踢、右后踢、左后踢、右前、左前、右后、左后、右前、左前踢、右后踢、左后踢、右前、左前、右后、左后，最后一次我们右前踢、左前踢、右后踢、左后踢。Good，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 lunge overhead。 那一样我们大步跨出去哦，前面的脚大概呈现90度，来我们把手往上举，之后回到中心点，换左脚大步跨出去，左往上抬，右脚，好，左脚大步跨出去做 lunge， 手往上带，右脚 overhead， 左脚大步跨出去，手往上带 overhead， 来右脚，左脚，更，最后两下，来右边大步跨出去，前面的脚尽量呈现90度，左脚大步跨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做 open chest， 一样做lunge直动作，左脚大步跨出去，我们 open chest， 右脚，左脚，右脚，更，左脚大步跨出去做lunge。外加 open chest， 右脚，左脚，跟回到中心点之后，我们开始先做深蹲加上 heel raise 的动作。所以深蹲老师在很快的提醒下，大概你的肩膀很宽，然后慢慢的感觉是屁股往后坐，蹲下去之后站起来，我们做 heel raise， 回来我们慢慢蹲 heel raise， 蹲。Heel raise， 蹲 ，Heel raise， 侧边看的话，尽量膝盖尽量不要太超过你的你的头，所以一样做深蹲，感觉屁股往后坐，站起来 Heel raise， 接下来我们要做蹲再加 Hip rotation 的动作，一样做深蹲，左边 Heel rotation。右边 hip rotation， 左边，右边，左边，更，最后两下你要做蹲，右边的 hip rotation， 很好，最后一下左边 hip rotation， 可接下来我们要加快我们的心跳哦，那我们要先从 A line 的 crossover 开始，一样感觉像你在做哈密加一点 hop。那如果不想要轻跳的同学没有关系，你只要把脚抬超过你的腰部，那手做 crossover 的动作就可以。那可以想要再加快轻跳的同学呢，可以有 hop 的动作。Good， 接下来准备我们的第二个就是 hands up 的 shuffle。那大家都很熟悉哦，要我们把我们的双手举高，开始做 moving shuffle。那我们同学们可以选择在原地。做 shuffle， 或者是移动到右边，移动到左边，
或者是选择在原地做 shuffle 就可以，更很好。那接下来准备我们的第三项就是 jumping jack 开合跳，开始，让双手往上带，做轻跳跃的动作。那不想要跳跃的同学呢，一样我们可以右脚、左脚大步跨出去，双手往上带。可以跳的同学跟老师一起做开合跳，good。接下来就准备我们第四项呢，叫做 Predator Jack。Predator Jack 其实跟 Jumping Jack 很类似，那但是我把双手打开了两侧，做蹲的动作，感觉像环抱一棵大树，加蹲的动作 ，Predator Jack。那一样不想要跳的同学一样，把右脚跨出去，左脚跨出去，一样双手往两边打开，good。在最后两下，去 good。那就完成我们今天简单的。我们那同学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多补充一下水分哦。那我是自己有讲过，水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哦。那虽然现在天气，已经入秋，稍微天气比较凉一点点，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很容易流失水分，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所以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的这些运动。那如果同学们有比较重的哑铃的话，老师会建议呢，今天老师只需要拿一个哑铃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有比较重的一副哑铃的话，没有关系哦，同学们也可以选择把两个哑铃拿在一起，我们用我们的双手 hold 住在哑铃的两侧，所以基本上呢，完全依照同学们自己的程度稍微来做一下调整哦。同学们可以选择比较轻的一副哑铃，一个、两个。比较重的哑铃一个、两个都可以哦。那同学们可以试着调整看看，当你觉得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老师会建议拿比较重的哑铃来试试看。但是我们今天第一组的运动呢，主要是比较强调下半身的，我们会有些蹲、深蹲的动作，再加上后在原地做 side tap 的动作，所以同学们呢会比较着重在你的大腿，整个是大腿跟你屁股的部分哦。所以今天的第一组的这些新运动叫做 squat 加 side tap。所以同学们，老师会建议把哑铃拿在身体，拿在双手两边，然后呢放在我们的胸前。那我们先做深蹲的动作之后呢，我们右边 tap 一下，左边 tap 一下，之后再站起来。来二，一样蹲，右边 tap， 左边 tap， 之后再站起来。那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当你做蹲的时候呢，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维持在这个蹲的姿势哦，尽量不要站起来。就是当你做深蹲，蹲在这个顶点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右脚往右边点出去，左脚往左边点出去，维持在一样的高度之后再站起来，准备做我们的第二个 round。所以一样哦，我们一样是做四个 round， 那每个 round 呢，我们会做八个 round。那 cardio 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press jack。那同学们呢，老师刚才因为同学们可以选择拿两个哑铃或是一个哑铃，如果同学们拿一个哑铃的话，当我们在做 press jack 的时候呢，一样我们双手两边 hold 住哑铃的两边，一样做 press jack。那如果是拿两个哑铃的同学们，也可以选择拿在双手两边，右边跟左边。来做你的 press jack， 所以完全依照同学们看你是拿一个哑铃或拿两个哑铃都可以，那我们都是可以来做我们的 press jack。 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同学们可以选择拿比较重的一副哑铃来试试看哦，或者是先从轻的开始，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在第二组第三个 round 第四个 round 我们再拿比较重的哑铃来试试看。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间歇式运动 squat 加 side tap， 我们 round on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先做深蹲，之后我们做右边的 tap， 左边的 tap， 之后站起来。Good， two， 蹲，右边 tap， 左边 tap， 站起来。Three， 蹲，
右边，左边，过，蹲，右边踩，左边踩，站起来，翻，蹲，右边踩，左边踩，站起来 ，good， six，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 ，seven，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我们最后一个 rep，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 ，good，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十二下的 question， ready， go，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各位，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round 的 squat and side tap。那一样，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来补充一下水分。那很快的，我们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那老师再很快的提醒一下哦，一样，那么做深蹲的时候，尽量脚大概跟你的肩膀同宽度，你可以稍微窄一点或稍微宽一点都没有关系哦。那尽量记得，当你在做蹲的时候，屁股先往后移之后，慢慢的蹲下来，然后来做我们的 tap tap， 那一样核心保持稳定。好，那么 round two， ready 五、四、重了牙的肌肉。好，那我们的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蹲，右边踩，左边踩，站起来。Good， two，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Three，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 ，four，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 ，five，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 ，good， six，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 ，seven，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最后一下 ，eight，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Good，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个 round 的 question， 十二下 ，Ready Go，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Good， 我们完成我们第三个 round， 那一样，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补充一下水分，准备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最后一个 round。好，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把我们的这一副哑铃拿起来，准备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最后的 round， 来 round four，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one， 蹲 ，tap tap， 站起来，来 two， 蹲 ，tap tap， 站起来 ，three， 蹲 ，tap。Tap， 站起来 ，four， 蹲 ，tap，tap， 站起来 ，five， 你要做深蹲，右边 tap， 左边 tap， 站起来 ，good，six， 蹲，视线看前面，然后右边 tap， 左边 tap， 站起来，最后两个 rep，seven， 蹲，右边，左边，站起来，来最后一个 rep，eight， 右边 tap， 左边 tap。站起来 ，Good。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round 的 question， 试一下 ，Ready， Go，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 ，Good。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的这些运动啊，一样，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补充一下水分。那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这些运动。那今天第二组间歇式运动呢，
我们会刚好我们 lunge 都有做过，我们都是往前做 lunge。接下来我们要今天的第二组呢，我们要做 reverse lunge， 加上 knee up。那我们在做 knee up 的时候呢，我们要边做 bicep curl 啊，那所以这跟核心的稳定度也很有很大的关系哦。但如果同学们觉得核心还没有那么稳的同学，没有关系，我们一样可以先做 modification。我们一样，我们双手拿着哑铃，那让我们的哑铃 facing forward， 因为到时候我们要做 bicep curl。那 bicep curl 老师再很快的提醒一下，一样是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哦。那在做 bicep curl 的时候，尽量弄你的 bicep 发力。老师不想看到同学们是弄摔的哦，所以尽量上手臂尽量不要有太大的晃动。来做我们的 bicep curl。那我们做 reverse 的时候呢，一样，我们把我们右脚或左脚大步的往后跨出去，之后回到中心点的时候，你仰的时候，我们做 bicep curl。那如果核心没有那么稳的同学没有关系，基本上同学们如果选择不要做 knee up 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做 reverse lunge， 回到中心点做 bicep curl， reverse lunge， bicep curl 就可以了。reverse lunge， bicep curl。Reverse lunge, bicep curl。 那想要增加一点强度的同学呢，觉得核心稍微觉得自己核心比较稳定的同学没有，我们就可以来试做 reverse lunge 加 knee up bicep curl， reverse lunge knee up 加 bicep curl。 因为到时候当我们做 knee up 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重心只有在另外一只脚，所以老师说过核心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如果觉得核心还没有练得很强壮的同学没有关系哦，因为很多人都是一样没有办法一开始能够很稳定的，那老师就会建议 maybe 从 round one 跟 round two 的时候，我们先试着做 reverse lunge， 回到中心点 bicep curl 就可以了。然后你第三个 round 跟第四个 round 再选择 challenge 一下自己哦，再做 reverse lunge knee up 加 bicep curl。 好，那我们的 counting 的部分呢，就是 touchdown。同学们这应该很熟悉哦，一样 chest up， 视线看前面，手点地，这就是我们的 cardio 的部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组间歇式运动 reverse lunge 加 knee up and bicep curl。 那同学们准备好吗？老师很快提醒一下哦，在运动过程之中如果觉得稍微有点喘不过气来的话，一定要先稍作休息，休息好你觉得可以 catch up 你的 breath 之后再回来跟上我们的动作。好，那我们 round 我们的第二组间歇式运动 round one， 我们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老师先选择不做 knee up， 来二，左边 reverse lunge， 我来做 bicep curl。三，右边 reverse， 我来做 bicep curl。四，左边 bicep curl。五，右边。我来再做 bicep curl， 来六 bicep curl， 最后两下，七 reverse lunge， 回到中心点 bicep curl， 8左边 reverse lunge， 回来之后做 bicep curl， good，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十二个 rep 的 touchdown， ready go，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 ，Good， 我们完成我们第一个 round 的 reverse lunge 加 bicep curl。那一样，同学们可以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那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那一样 ，second round 的话，老师一样也是会先在 demo 不做 knee up， 那老师会选择第三个、第四个 round 的时候再做 knee up。好，那我们的 round two， 同学们准备好吗？我们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先从右脚往后跨 reverse lunge， 回到中心点之后 bicep curl， good。 Two， 左边 bicep curl。 Three， 右边 bicep curl。 Four， 左边 bicep curl。 Five， 右边，回来做 bicep curl。 Six， 回来之后做 bicep curl。Seven， 右边 ，bicep curl， 最后一下 ，eight， 我来之后做 bicep curl， 跟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个 round 的 touchdown 试一下 ，ready go， 一、二、三、
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Good， 我们完成我们第二个 round 的 reverse lunge 加 bicep curl。那接下来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 challenge 一下自己哦。那我们可以试着做 reverse lunge 之后 knee up 再加 bicep curl。那一样哦，那老师希望同学们不要勉强，完全依照同学们的程度来做调整哦。好，那我们的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右边往后 ，reverse lunge， 回来之后 knee up 加 bicep curl， good， 来左边 ，knee up 加 bicep curl， 对，右边 ，knee up， four， 左边 ，knee up 加 bicep curl， five， 右边 ，knee up 加 bicep curl， six， 左边 ，knee up 加 bicep curl， seven， knee up。Eight， 左边 ，knee up 加 bicep curl。各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的 touchdown 十二下。Ready， go，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Good， 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二组。的间歇式运动啊，那同学们可以准备啊，稍作休息一下，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不好意思，老师的屏幕突然跳掉。同学们还可以看到老师吗？来 ，OK， 好，那同学们准备好吧？准备我们的第四个 round。那我们第四个 round 的。Reverse lunge 加 knee up 加 bicep curl，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右边 knee up bicep curl， 左边 knee up bicep curl， three， 右边 knee up bicep curl， four， 左边 knee up bicep curl， five， 右边。Knee up， six， knee up， 最后两个 rep， seven， 右边 knee up 加 bicep curl， eight， 加 bicep curl， 对，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round 的 touchdown 十二下， ready， go，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各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间歇式运动了。好，那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那补充一下水分，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第三组间歇式运动。那基本上我们第三组间歇式运动呢，老师会希望同学们呢可以把我们的瑜伽垫拿出来，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会选择躺在地上做我们上半身的运动。OK。OK， 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吧？我们家电灯带出来，我们还是一样要拿使用一副哑铃。那同学们可以选择拿比较轻的先试试看，如果觉得太轻松的话，我们再拿比较重的一副哑铃试试看。那老师先用站着的方式呢，然后来示范给同学看。那同学们就假装这个是我们的地面上，老师现在躺在地面上面。那老师刚开始做的方式呢，是把哑铃呢放在我们的胸口。那基本上我们哑铃是 facing each other， 我们哑铃是 facing each other， 就是我们 palm facing each other 之后呢，我们往我们的胸上往前推之后呢，我们再打开做 chest fly， 之后再回到中心点之后，再下收回来到我们的胸部的前面了。所以一样，我们往上推之后呢，我们打开做 chest fly。那老师会建议同学们哦，不要 over extend 你的手，尽量 slightly bend 你的 elbow， 这样比较不会受伤哦。老师不要看到 over extend， 这样子，因为再加上你哑铃的重量，做 over extend 你的 elbow 很容易受伤。所以老师希望同学们在做 chest fly 的时候呢，都要 slightly bend your elbow。所以 imagine 现在这个是地面哦，老师躺在地面上面了。那一样，我们可以做往上推，打开做 chest fly， 再回来下收。
所以那时候我是躺在地面上做。那同学们可以选择躺在地面上做，说同学们可以选择 Benjamin。那我们的脚掌呢是靠在地面上面来做我们的 chest press， 之后我们打开做 chest fly， 回来之后下收，一样我们做八个 leg。那想要 challenge 自己的同学呢，老师可以建议，想要同时之间在加强我们的腹部的核心的运动的话，同学们可以把脚伸直，离开地面大概呈现45度左右，来做我们的 chest press， 再加 chest fly， 这就是非常 challenge。如果同学们想要试试看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第四个 round 的时候，我们选择来试着跟着一起训练我们的核心。如果同学们想试试看的话，但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就一样，我们把脚对我们的knee，我们把脚掌靠在地面上来做我们的 chest press。chest fly 就可以了。那我们的 cardio 的部分呢，老师今天会选择我们做侧抬腿哦。做侧抬腿的话呢，基本上同学们可以让下面那个脚呢我们 bend 之后我们来做抬腿就可以了。或是有些同学喜欢 step 我们的两只脚都可以哦。那老师希望同学们如果从侧面看的话是呈现一直线来做我们的侧抬腿，那一样我们抬一边抬12下。那基本上我们的有四个 round， 所以我们先从右边抬腿，之后左边抬腿，右边抬腿，左边抬腿来完成我们的四个 round。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三组的间歇式运动。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同学们都已经把瑜伽垫拿出来哦。记得我们躺在比较柔软的垫子上面，或者是地毯上面，都可以来做我们的 chest press 加 chest fly。来，我们做八个 round， 然后之后再做我们的侧抬腿。好，那我们的 round one， 同学们准备好吗？我们 ready 5 4 3 2 1，开始，我们先往上 press， 之后打开，然后再回来下手来 2， 往上 press， 打开做 fly， 再回来 good， 下手来 3， 往上 press， 之后我们打开做 fly， 回来 good， 4， 往上 press， 之后我们打开做 chest fly，回来 good， 来 5， 我们 press， 打开做 fly， 回来 6， 一样 press， 打开回来 7， 往上 press， 之后做 chest fly， good， 回来下收，最后一下往上 press 8， 之后我们打开下收 good。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12个 rep 的侧抬腿，那一样同学们可以选择先从右边或左边开始都可以哦。那反正就是第二个 round 的话就是我们 switch side。好，那我们 ready， 同学们可以下面的腿呢两只脚可以 step 在一起，或者是下面的腿 bend 也都可以哦。好，那我们 ready go， 1 2 3 4 5 6，1 2 3 4 5 6 good， 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一个 round， 让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15到15分钟时间呢，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 那记得我们等一下在侧抬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换边了哦。那我们的第二个 round ready， 5 4 3 2 1，开始，我们往上 press 之后呢，打开做 chest fly， 回来下收来 2， 往上 press， 我们做 fly， good， 3， 往上 press， chest fly， 下收来 4， 往上 press， 之后打开，回来 good， 5， 一样往上 press， 打开做 chest fly。5要往上 press， 打开下收来 6， 往上 press， 打开，再两个 rep 7 up press chest fly， 最后一下 8 往上 press， 打开之后回来下收 good。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另外一边的侧抬腿哦。那反正同学们可以选择右边或左边哦，反正跟刚才的边数不一样就对了。好，那我们 round 2 the side leg lift， ready go， 1 2 3 4 5 6，
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Good， 我们完成我们第二个 round， 那一样，同学们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呢，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那同学们眼睛也可以开始慢慢的，如果想要多增加一点的核心的力量的话呢，那老师会建议我们第三组，我们可以试着慢慢把我们的脚抬高，离开地面大概45度角来做我们的 chest press 跟 chest squat。难度会增加很多，那所以老师再重复提醒一下哦，不一定要勉强，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不行，我们再把脚放在地面上面也一样可以哦。所以同学们完全依照自己的程度来做调整。好，那我们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one， press， 打开做 chest squat， 回来下收 ，two， press。打开 ，three， press， 打开 ，four， 往上 press， 打开做 chest fly，good，five， press， 打开 ，six， 往上 press， chest fly，good， 下收 ，seven， up press， chest fly，good， 最后一下 ，eight， 往上 press。Chest flat, good， 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个 round 的侧抬腿。第三个 round， ready， go，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 ，Good， 完成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那一样，同学们稍微休息10到15秒时间哦，准备我们的第三组的最后一个 round。那一样，老师会希望同学们可以试试看 challenge 一下自己，看你会把脚稍微抬高。我们来试试看，就算你只有做几个 round 也没有关系哦。那核心是我们慢慢的增强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得很强壮的，我们都是要慢慢的训练。好，那我们 round four，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one， 往上 press， 之后打开做 chest fly， 回来下收 ，two， press， 打开 ，good， three， 往上 press， chest fly， four， press， 打开 ，five， press， 打开，很好。Round 的侧抬腿 ，I'm ready， go， 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Good， 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三组间歇式运动哦。那同学们可以先把哑铃放在旁边了，我们暂时不需要使用它们了。那一样，我们第四组的话就是会训练在我们的核心。那一样，我们核心今天会有三组的核心运动。那每一组的核心运动呢，我们会先从八下来十下，之后再进阶到十二下，所以慢慢的。每一个 round 我们都在加两下，加两下，所以八个 round、十个 round 跟十二个 round， 那一样我们有三组的核心运动。那一样呢，第一组的核心运动我们叫做 flutter kick。那 flutter kick 的话，同学们也是会选择，我们先慢慢的躺在地上。那一样哦，那老师会希望我们如果想要做 modification 的同学呢，就让我们身体都躺在地面上，但是我们把脚抬高离开地面45度角。开始做我们的 flutter kick， 就很像我们在踢水了嘛，踢来踢去哦，我们就是上下上下，
来做踢水的动作。那有些人会选择说，他喜欢踢大一点点哦，也是都可以。那老师自己的习惯呢？老师比较踢小步一点点，就是距离没有那么大，没有踢的这么大。那老师是喜欢大概角度踢的角度没有那么大哦，不用踢到这么高。可是有同学比较喜欢踢的角度大一点，那也是一样可以的。那所以一样 again， 就是完全依照同学们自己喜欢的程度跟你的程度来稍微做一下调整。那第一个 modification 是我们的肩膀不需要离开地面哦，来做我们的 flutter kick。那如果想要再增加自己强度的同学呢，老师会建议呢，一样小腹收，我们把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上背部离开地面，核心用力来做我们的 flutter kick。那我们左右踢一下，这样才算一个 rep 哦。所以一二三四。所以不是一二三四，是一二三四，所以右边踢一下，左边踢一下，这样才算一个 rep。所以我们会做八个 rep， 第一个 round 先做八个 rep。那同学们准备好吗？那一样，老师说过，同学们可以选择我们把我们的背部整个靠在地面上面，或是想要再增加强度的同学呢，可以把我们后，就是我们的 mid to up 的背部呢离开地面，这样我们的核心使用的力量会更多哦。好，那同学们准备好吗？我们 round one。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我们稍作休息。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 round 呢，就是要踢十下哦，十下基本上就是左右都算的话，那就是二十个 round。那一样哦，老师说过可以。想要增加对强度的同学呢，可以把我们的后半部，就是从你的 mat 到你的肩膀的地方呢，离开整个离开地面。那一样的视线尽量是看天花板哦，尽量是往上看。那核心用力。好，那我们的 round two，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一样，我们是要做休息哦。那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那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就是十二个 round。那同学们会发现说，大家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有发抖的情况吗？这也都是很正常，因为连老师自己做，老师自己都会抖哦。所以这代表说你的肌肉在有在使用的程度上面呢，慢慢刺激你的肌肉哦。所以如果会有一些稍微的抖动呢，是很正常的反应。好，那我们的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这我们稍作休息哦。那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的核心运动哦 ，Flutter Kick。那同学们，这些如果平常在家看电视的话呢，那也可以躺在地面上面哦。自己在家做 flutter kick， 其实这个动作还蛮简单，或是同学们可以选择 crossover 的 flutter kick 也可以哦。同学们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在家自己慢慢做，慢慢训练我们的核心。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间歇式运动叫做 bicycle。那 bicycle 同学们应该也都很熟悉哦。那平常我们做的 bicycle 呢，通常都是我们会有 crossover 的动作来做我们 bicycle， 可是老师今天呢选择同学们可以选择不用做 crossover， 我们只要基本上脚做我们的 bicycle 就好了。可是呢，老师希望同学们的后半部，就是从中间到你肩膀的背部呢离开地面，一样后在那边肚子用力，脚来做脚踏车就可以了。那一样视线看前面sorry， 视线看天花板上面。那如果同学们喜欢做 crossover 的 bicycle 的话，同学们也一样可以做 crossover 的 bicycle。 那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跟老师先试试哦。我们就先把我们的上背部离开地面 hold 住来做我们的脚踏车就可以了。那一样右边左边 that's one rep， 所以我们第一个 round 是八个 rep， 然后之后十个 rep， 十二个 rep。 好，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核心运动，核心踩脚踏车哦。好，那我们的 round one， ready， 五、四、
三、二、一，身体先离开地面，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各让我们稍作休息。那准备我们的第二个 round， 那第二个 round 的话基本上就是十个 round。那要老师希望同学们记得上半上半背部呢才离开地面。那有的同学喜欢抱头也可以哦。那可是老师不希望同学们在做脚踏车的时候是抱着头，让你的头脖子往前扭曲来做我们的 bicycle， 这样是不对的哦。记得老师，你可能你手抱头，只是轻轻的抱头就可以了，视线还是看天花板，核心用力。好，那我们第二个 round 的 bicycle， 我们 ready， 十个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那我们要稍作休息哦。那同学们可以要休息到什么时间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那我们第三个 round 我们就是要做十二个 round。好，那同学们准备好吗？准备我们的今天的第二组的核心运动，第三个 round， 我们 ready 五、四、三、二、一。我们这一场先离开地面，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 ，Good， 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二组的核心运动。那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的最后一组的核心运动。最后的一组核心运动呢，是希望我们可以呈现四足跪姿开始哦。那这个动作也许在瑜伽的时候呢，有些老师会有简单的介绍过。基本上呢，就像一根竹竿一样哦，基本上老师会选择，如果核心够强的同学呢，老师会希望同学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左脚往后 extend， 之后我们的右手伸出去，基本上就是 opposite hand 跟 opposite leg。我们做 extension， 如果可以的话。但如果觉得这样子很难 balance 的同学没有关系呢，老师会选择呢，同学们只要先捏着坐脚或是坐手伸出去就可以了。这是手的方式哦，一样呈现四足跪姿，把手伸出去就可以了。或者是 modification two， 一样，我们呈现四足跪姿之后，我们只要把脚做 extend 出去就可以了。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老师会希望同学们，当你核心比较稳定、比较强度比较强的同学呢，可以试着我们把我们的左脚 extend 出去呢，我们的右手伸出去，所以右手伸出去，左脚伸出去，之后回来之后呢，左手伸出去，右脚也伸出去，所以基本上就是 upper hand upper leg 来做我们的 extension。那如果可以的话，跟老师一起试哦。我们就做 opposite hand 跟什么 leg extend 出去。那如果不行的话，同学们可以选择一样做四足跪姿，把手伸出去，慢慢的伸出去，一样核心稳定，或者是把脚 extend 出去做 modification 都可以哦。完全依照同学们的程度来自己做调整。那我们都可以先从手开始，从脚开始，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右手左脚，左手右脚。都可以试试看。那我们一样，我们做八个 rep， 十个 rep 跟十二个 rep。那同学们准备好我们 round on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先把我们右手伸出去，左脚伸出去 ，good， 回来，来 two， 我们左手右脚 ，good， 回来 ，three， 右手左脚。回来 ，four 左手右脚，回来，来 five 右手左脚，回来 ，six 左手右脚，回来 ，good 最后两下 ，seven 右手左脚 ，extend
extend 出去 ，good 回来，最后一个 right， 哎，左手右脚 extend 出去 ，good 回来。那一样，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或是做一下child pose 的动作，稍微让我们的lower back 稍微做一点点伸展 ，good。那接下来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 second round 一样，我们要做十个 rep。那老师刚刚说过，可以记得同学们如果觉得做 up the hand 跟 leg 的话，我觉得太 challenge 你的话，同学们可以选择手出去，或者是脚出去就可以了。好，那么 round two，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来，我们右手出去，做第二 step， good， 回来。Two， 左手右脚 ，Good， 回来。Three， 右手左脚 ，Good， 回来。Four， 左手右脚 ，Good， 回来。Five， 右手左脚，回来。Six， 左手右脚 ，Extend 出去 ，Good， 来。Seven， 右手左脚。回来 ，eight， 左手右脚，回来 ，good， 最后两个 round， nine， 右手左脚 ，good， 回来，最后一下 ，ten， 左手右脚 ，good， 那一样，我完成了第二个 round， 那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那可以也可以选择做下 child pose， 稍微伸展一下你的 lower back。对，那准备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最后一个 round， 那我们要做十二个 round， 那同学们准备好吗？好，那我们 round thre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one， 右手左脚 extend， good， 回来 ，two， 左手右脚 ，good， 回来 ，three， 右手左脚。Good， 回来 ，four， 左手右脚 ，good，five， 右手左脚，回来 ，good，six， 左手右脚 ，extend，good，seven， 右手左脚 ，good，eight， 左手右脚，回来 ，nine， 右手左脚。回来 ，ten， 左手右脚 ，good， 回来，接下来一，右手左脚 ，good， 慢慢收回来，最后一个 rep， 左手右脚 ，good， 我们 hold 一下 ，good， 我们慢慢回来，很好，稍微做一下 try pose。对，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四组间歇性运动，那老师真的很高兴，同学们。越来越强壮，然后都可以完全 follow 我们整个的课程哦。那老师真的 very proud of you guys。好，那我们开始准备我们今天的最后的 cooldown。那同学们可以慢慢的起身哦。那我们慢慢的站起来。那一样，我们先把双手打开之后呢，我们带到胸前 across your chest 做我们最后的 cooldown。那让我们心。心跳慢慢的回稳，那基本上当我们在做核心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心跳已经慢慢的减低比较多了，那同学们应该也可以慢慢的感觉到心跳没有跳那么快。来，接下来我们换边，更好，接下来我们带到 overhead， 那让我们稍微 into your left， 拉回来之后呢，我们换边 ，moving to your right， 很好，接下来我们 release， 那接下来呢，我们抓住我们的右边的 wrist， 我们左手抓住我们右边的 wrist， 带到我们左边腰间，之后呢，我们慢慢的让我们头拧到我们的左边的肩膀。Good， 好，那接下来我们头回到中心点之后呢，换边，接下来呢，我们用右手抓着我们左边的 wrist，
带到我们的右边的腰间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深呼吸，然后吐气，那我们的头慢慢的立到我们的右边的肩膀。很好，那接下来我们 release， 让我们头慢慢回到中心点之后呢，然后希望同学们可以呢 interlace 我们的 finger 之后 reverse。然后接下来我们的 hand， 我们 hip， 慢慢把我们的手往地上带。那一样，如果 hamstring 比较紧的同学们，可以稍微的bend 你的 knee。很好，那接下来我们深呼吸，吐气，慢慢的把双手往上带，感觉像我们伸懒腰一样，伸展到最大，让我们整个身体都拉长。那接下来我们深呼吸。吐气之后，我们慢慢 lean to your right。好，我们一样深呼吸，吐气，带回到中心点之后呢，一样，我们再深呼吸，吐气， lean to your left。很好，一样深呼吸，吐气，带回到中心点呢，release。那接下来我们呈现 Y stand 哦，一样，我们 Y stand 的话，基本上就是比你的肩膀还宽，那一样脚。我们大概呈现45度角出去，然后我们慢慢的往下蹲，之后呢，我们稍微 rock side to side。对，我们停下来之后呢，我们慢慢的深呼吸，吐气，慢慢的 twist 到你的右边。Okay， 好，我们要深呼吸，吐气，带回到中心点之后，要再深呼吸，吐气之后，我们慢慢 twist your leg， 那我们转到我们的左边，很好，要深呼吸，吐气，带回到中心点之后，我们慢慢的站起来，那一样还是要呈现我们 Y stand， 然后之后呢，我们开始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慢慢旋转到我们的右边，之后开始我们 hinge 我们的 hip。然后慢慢让我们的双手靠我们的右脚。好，接下来我们先呼吸，吐气，慢慢的移到左边。那好，接下来我们深呼吸，吐气，慢慢再回到中间，我们手再回到中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慢慢把我们双脚慢慢的合拢，准备做我们今天的 ending。 那等一下我们要我们的脊椎是一节一节的往上慢慢的伸展，来我们慢慢的起身，我们让我们的脊椎一节一节的慢慢的起来之后，做我们最后的三次深呼吸哦。来，我们第一次深呼吸，手往上带，好，嘴巴吐气。OK， 我们第二次深呼吸，吐气。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次大大的深呼吸，用鼻子深呼吸。我们 hold 住2到3秒，吸到最底 ，hold。吐气，从嘴巴吐气，吐气。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间歇式运动的。那希望同学们还喜欢今天的课程哦。那如果在课程之中的同学们有任何问题，觉得太简单太难呢，哪边需要做调整的话，都很希望同学们呢可以跟 Amanda、Stephanie 或做反应。那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任何问题的话，随时欢迎跟我们联络。那老师可以再把课程稍微做修改，或者是有些什么地方需要加强，或者是同学们在哪些知识方面还不是很了解的，那老师都会尽量在课堂before课堂之前或是课堂结束之后，可以跟大家再做比较 detail 的解说。OK， 那很谢谢同学。Can I share a comment？Yes, yes. 我礼拜上礼拜天压着我先生一起复习，就是那是两个礼拜前的呀，这是他第二次练习，以前做过第一次他鬼叫鬼叫的，不，他平常是打网球的人，他上礼拜他非常 impressed， 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把那个
那个下去九十度的膝盖做的那么轻松。谢谢，没有，我也是之前也是没有办法，我们就是都是慢慢的练习，所以我就说我真的很高兴同学们就是你只要有运动都是会慢慢的进步，那没有人可以一下从一跳到一百，那我们就一定是慢慢的，我们只要自己能够感觉到有进步就是都是一件好事。那我老师真的很高兴就是同学们可以来准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运动，今天不管说你有完成整个课程或是甚至没有，我觉得只要有心愿意来运动，老师都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哦。那更感动的是同学们还带了老公，然后小孩或者是另外一半来一起运动，老师真的很开心。我有 email 给我们家两个女儿，但是我们家那个 Stephanie Wu 大概不理我的。我们家也是有一个 Stephanie Wu 的。那在我这个 Stephanie Wu 再跟他教育一下。yes, 我应该跟那 YouTube。谢谢，真的很谢谢大家。Yeah, 我现在已经同意以后，我们以后每个礼拜天黄昏要复习一次的。好棒。So, thank you. 谢谢，不会，真的很高兴。谢谢，那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五见。Have a nice weekend, thank you. 谢谢老师。